刚结束有史以来最长的年假，购物商场和店家合作就积极筹备情人节档期活动。当天情侣参加大胃王挑战赛，20分钟内吃完双人咖喱相扑套餐和炸物拼盘，就能获得价值1360元的岩盘浴双人票券。这次的咖喱大胃王挑战赛，我们要在限时20分钟之内挑战双人相扑咖喱餐以及我们的炸物拼盘。限时20分钟之内完成指定的亲密互动挑战，限时2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虽然2月12号活动秒杀，但是商场和店家加码活动到3月14号，同样在20分钟内完成挑战以及关卡，就赠送200元的餐饮购物金。2月12号的大胃王挑战赛已经全数额满，但还是有非常多的观众私讯我们，希望能够继续参加这类的活动，所以我们大鲁阁南雅广场也特别与 Mr. 咖喱继续加码，在2月13号到3月14期间，只要平日来消费双人相扑套餐，挑战20分钟内完成，我们就会赠送200元的餐饮购物金给您，希望提升情人节的消费买气。活动不仅挑战大胃王，还要在限时内完成互相拥抱、公主抱等等的关卡。就是两人份，那多了一些拼盘，就更有那种双人的挑战性。对，那吃完也可以得到礼券，我就觉得说参加这次的活动会让我想要去参加这样。因为我没有挑战过说大家在大家面前做这些挑战，这也是达成一个人生的成就。然后吃完这个大胃王呢，然后挑战这些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挑战完成。为了得到福摊的贵宾券，一定吃得完的。2月14号西洋情人节的前夕，业者办活动取谐音，就想咖喱在一起，让热恋情侣们一起共餐，也透过小关卡增进彼此间的感情。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。